就是咱要请本堂黄志才老师来讲道。我所黄老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做老人要分对话。是。这时候我们要请本堂黄志才老师来正道。他说正道的题目是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十字架。大家平安。大家平安。今天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。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。咱一挂人在伫主的名，规日伫上帝的国度内面。我们今天有两双喜啊！因为伫你一生的中间，干了一摆机会啦，你在你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。人干了有一摆机会，让我行伊的一生。人只有一次可以行他的。到底你这世人，你要留什么？到底这一世人，你要留下什么？到底你这世人在追求什么？到底这一生你要追求什么？到底你这世人在得到什么？到底你要得到什么？真正人生真短。真的人生非常短暂。人的人生真短，甲少年人讲，少年人讲较有影，我伫咧单位苦的，你家己真大汉。跟对象，跟年轻人说，人生很短。年轻人说，哪有，还很长呢。人生真短，对这些年老的人讲，有影，真正是一万年久。对领导的人说，领导说是的，真的，人生很短。因为到底你的一生，你要留下什么？各位，你一生要留下什么？人一生有真多的物件，你想要得到。人一生有很多东西，你想要的。在你一生有真多物件，通会引诱你。一生有很多东西可以引诱你。你干了一摆机会，但是若无顺利，你有真侪物件直直救、直直救、直怎处理？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可以抓得好东西。这世间有真侪人跟你讲来分队，我要让你得到你的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告诉你来跟随我。来对我，我要让你大富大贵。来跟随我，我要给你富贵。我要让你赚到大钱。我要让你赚大钱。因为总是这耶稣跟人讲一句话。那就是耶稣说。你的顺利。人就是得到全世界，失了你的信仰有什么利益？你要小心，你若赚了全世界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出路？意思是，在人一生的中间，人直直拢在换，在换。意思在一生的当中，人都一直不断的转换。这是耶稣上惊的，伊在咧提醒你，唔通用你的健康去换其他的物件。耶稣最怕的是你用你的健康去换其他的东西。而是用你的性命去换其他物件，不是用你的身体去换其他东西。人若失了健康，去得到真多财富，什么利益啦？人若失去健康，去得到财，他得到财富就没有利益啦。人若就失了你的性命，得到所有名声地位，有什么利益啦？人若失去生命，去也得到所有的名利与生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大概讲，无拢无利益。耶稣说，不都没有利益。这一个真奇怪的声，这里很奇怪的声。耶稣讲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。那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这是真奇怪的一个声。这是很奇怪的声。世间人讲来跟我，我要让你好看。世间的人说来跟从我，我要给你好处。耶稣讲来跟我，你来背你的十字架。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你要背你的十字架。你什么是十字架？什么是十字架？耶稣定是十字架，伊名就无去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他的生命就不见了。来对耶稣，要丧失你的性命；来跟随耶稣，要丧失你的生命。来对耶稣，然后你会失去真多物件，你白吗？来跟从耶稣，然后你会失去很多东西，怎么样？今天有一挂人要洗礼，真多基督徒。今天有很多人要受洗，要成为基督徒。因为这个家开始叫一个性命转向。亲爱的，这里有个生命的转向。第十二个下面洗礼有几个意思？在十字架受洗有几个意思？对打了后，世界在我后边。从现在起，世界在后面。别人在咧追求的世界，总是我已经切在我的后边。别人追求的世界，我已经放在后面。对打了是界在我头前。从现在起，十字架在你前面。一般人咧追求的物质，我已经切在我后边。一般人追求的物质。我
我所追求的，你追求的是灵魂永远的活命。我所追求的是灵魂永远的生命。一般人在咧讲，在咧道什么痛苦苦痛？一般人逃避痛苦。我甲贴伫我后边，我放在我后面。我敢去担我的苦痛，我敢去担我的痛。但是担了，我贴伫我后边。但是担当以后。我不会让我的人生的苦难永远在我的眼睛前，看到伊，我就心艰苦。我不会让我的人生的苦痛放在我的前面，让我一生痛苦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要去担我的苦难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要担当我的苦难。我勇敢面对我的苦痛。我要勇敢面对我的痛苦。但是面对过了，我的那条命。但是面对我，放在伊无成做我的太太。没有成为我的。对，就迄个苦难过了后，后壁有一个荣耀的时刻，荣耀的生命在等我。苦难过后，有荣耀的十字架在等你。所以，伫这个在耶稣讲，恁若要做我学生，在这里，耶稣说，你们若要当我的学生，要来跟随我，要来跟从我，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。嗯，这是耶稣要跟咱讲的。这是耶稣要跟我们说的。罗加伫九章二十三节咧上面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咱到底来罗加九章二十三节，预备来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耶稣讲，耶稣说：“要做我的学生，我要当我的学生。”三代志真要紧。三件事。第一，舍己。第一，舍己。看有来记。看不见自己。第二，逐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第二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是逐日背起你的十字架。是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第三，来跟随我。第三，来跟从我。因为咱过来，咱来讲一下好无？做耶稣的学生三样代志：第一，爱啥？舍己。第二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第三，来跟从我。基督徒真要紧的任务。基督徒很重要的任务。看无家己。看不见自己。定家己。定死自己。把迄个旧的我，把迄个充满欲望的我，把迄个自私的我，拢甲弃甲淡掉。把不好的我，把自私的我全部丢掉。因为这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转向。对，这是在基督生命里非常重要的。汉人的人生，听他是讲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对，中国人说啊，人不自私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天诛地灭。意思是，这世间哪有可能人不自私啦？意思说，这个世界哪有人不自私的？不自私的人，天也灭你啦。不自私的人，天会灭。所以，在汉人的听他来讲。人为家己，人自私，人欺负别人，给家己得到利益，那是自然的代志啦。汉人说，人自私，欺负别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我的是我的，你的更是我的。这是汉人的天啦。这是汉人的真心。你家人说，你两个做我学生 ，no。耶稣说，你如果这样，就不能当我学生。你若要成做我学生。到你家己定我死。你若当初我的学生，你要定死你自己。把你的欲望丢掉。把你的欲望拿掉。你的一生不是家己最中心，是别人最中心。一生不是以自己的中心，是以别人的中心。不是利益家己，是利益别人。不是利益自己，是利益别人。你逐摆你来一个祈祷的时，逐摆你来到教会，不是讲上帝啊。我的祈祷，你就给我听上帝啊！你就救我，你就帮助我。你每次来教会，不是向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让我得力，你要帮助我。”那是庙师的信仰。那是庙师的信仰。那是烧香拜拜的信仰。那是烧香的信仰。香了起来，所有的众生灵拢会为着你来存在。拿香起来，众生灵都要保护你。基督徒不是安尼。基督徒不是。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讲：“上帝，你这么听我，我会当为了你做什么？”基督徒到神面前说：“是基督徒来到伫遮，咱来看耶稣基督，伊为着世间人放下伊的性命，
然后咱会当学耶稣为着世间人做什么？基督徒看见耶稣为我们舍命，然后我们能够为耶稣做什么？所以基督徒的一个 slogan， 一个标语叫做“荣耀上帝第一人”。基督徒的座右铭说：“荣耀上帝第一人。”我想，那安尼家己的无去了。那我自己呢？不见了。所以，要做耶稣的学生，第一项代志安怎？舍己。舍己。看无家己。看不见自己。第二，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第二，背起你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苦难。十字架是苦难。十字架嘛是责任。十字架也是责任。你上每一个生命在这个世间存在，有伊的责任，有伊的责任在啊。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他的责任，有伊的使命在啊。有他的使命。什么人做正做的上帝百姓的人，会当对伊的使命当逃走？谁当成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能够逃避他的责任呢？因为所以正做一个基督徒的意思是，上帝要找你。等你伫你的职位中间，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是神要差遣你得到你的职位，去荣耀你的父母，去荣耀你的父母，去让你的父母感觉信了你这个囝真有价值，让你父母觉得生命真好。我这个社会因为你变得就好，让这个社会因为得到你真的，让你的家庭因为你三心变化，让你的家庭因为你来改变。连这个跟时代偌济家庭的人失了你的责任。因为这个时代，很多人失去他的责任。要正做一个负责任的，真简单，在你的厝内，找你的父母，找这样代志冤家，然后恁两个冤家了，就你们对恁父母做什么，真简单。那没有责任很简单哦，你找你的父母吵架，你就可以离开，就没责任了。啊，别人讲到人，你讲到后，你就会当讲恁老爸安怎，恁老母安怎，所以你无该以后是应该。每次谈到父母，就是他对我不好，所以我可以不孝顺他。因为。等你回你的事情，各位，请你回去背你的事情。不管你的兄弟姐妹怎样糟蹋你，不管你的兄弟姐妹如何糟蹋你，不管你的家庭多少艰难，不管你的家庭有多少艰难，不管你的父母多啰嗦，不管你的父母有多啰嗦，那是你的情况，那是你的情况，那是你的责任，那是你的责任，那是要展现你基督徒生命，要伫遐荣耀上帝最见证上水的所在，那是你要荣耀上帝做你的见证，不能。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每天陪伴十字架，每天背起你的责任，三个行。每天背起你的责任，一起同行。不是要跟这世间的关系，不是要跟随世间，不是讲我的兄、我的朋友安怎，我的别人安怎，一个讲耶稣爱你安怎做。不是要说朋友怎样，是要说耶稣怎么做。想做耶稣的基督，基督保了就是住行关耶稣那点。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就是住神。把人伫咧专心要得到世界，别人专心要得到世界，咱要得到耶稣就欢喜，我们要得到耶稣的欢喜。基督徒世间真要紧，世界很重要，金钱真要紧，金钱很重要。基督徒有需要钱吗？要很多。你要奉献，这些物件拢是需要。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。钱到一个程度变做腐化的物。钱到一个程度变成腐化的东西。钱到一个程度变做人上上到完美的物。钱到一个程度就是变成一个错。所以基本生活基本需要到了后，你再来来做一个分配。所以基本生活到达以后，你要做成一个分配。你怎样在你分配你手里的资源，迄个已经在产生，迄个已经在你经营，你的人生观、你的价值观。你如何分配你的资源，现在呈现你的价值、你的人生观？因为你是上帝的生命。各位，你在什么生命当中？这个叫人生。这里的人生。一边是一般的人，这个世间的人所存在的世界。一边是一般的人存在的世界，这边这个叫因的想法，不因的价值观。这里有他们的想法和价值。那另外一边是通过耶稣直直把咱带来到底上帝所爱的价值观。另外一边是跟从耶稣到耶稣基督的价值观。一边是世间人根本无上帝，心内无上帝。一边是世界的人根本没有上帝。
另外一个是上帝最中心的人生观，另外一边是神为中心的，对，我们也是耶稣把咱带过来，中间有耶稣带来。你跟我今天的真侪一个汉人的一部分，你跟我成为汉人的一部分，还是你当今这个世界，或是在东方的世界，那不是耶稣的世界，咱真正咱有机会捌到上帝。如果不是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没有办法。耶稣讲，餐来无不是要偷要提。耶稣说，到这来无非是要杀，要毁坏生命，要毁坏生命。我来的目的，本来的目的。就是讲，让恁得到生命，不是丰丰盛的、丰丰富富的生命。需要使你们得生命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。这世界有足侪路，一个甲你诱，甲你诱，诱啊到尾，你会失落灵魂、永远的活命。这世间很多东西在拉你，然后你就失落我们的灵魂的价值。耶稣是直直的，伫这个患难的人生，真侪悲剧的人生，耶稣直直要甲你带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保守你的灵魂。但是耶稣在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灵魂，让我们不欠缺。因为到底你这句，你是伫世界的这边，还是家己上帝？各位，你到底站在哪边？你这句，你伫个思考人生，思考所有的做代志的模式，你是用世间人的方式伫个思考，还是上帝最中心的思考？你在思考你的人生，到底是用世间的方法，还是神？伊伫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、第十节，我按咱三甲来读一下。咱第二章第九节、十节，咱用华语到底来一遍。来，你们是人拣选的种族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。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他的子民；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。叫规矩的真水，真多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受洗的，才有四种的身份。这里有几句话很美，成为耶稣基督而受洗的有几个身份。第一，您是受拣调的族类，是蒙拣选的族类。什么叫做拣是拣选？什么叫做拣选？就是众人的中间，上帝神给你选起来。就是众人当中所拣选的。我有去看过那个咱台湾人真爱吃土豆。我们台湾人喜欢吃花生啊。土豆公司在用伫咧拣，啊，遐歹的拣调留迄个上进的。那这个公司如何拣选发生？因为迄个拣，你甲我，咱的心拢是上帝特别甲咱拣，伫万族的中间甲咱拣出来，所以你有一个荣誉感的呀。那个拣就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，不是咱偌好，不是我们多好，才是上帝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。第二个身份是讲王的祭司，第二身份是王的祭司。所以要真多基督徒，你已经真多上帝家庭内面的祭司。所以成为基督徒，你是成为家庭中的祭司。每一个人伫上帝出来，你就是祭司。每个人在神的家里，就是神的祭司。祭司会当祭司的任务是甲上帝祈祷的人。祭司的任务是跟神一起祷告。所以你家己会当甲上帝讲话。所以你自己能够跟神。唔免靠别人。不必靠别人。祭司就是带罪人来拜上帝，来亲近上帝啦。祭司就是带罪人亲近神的。所以你有责任带罪人来传福音，传这个福音给路人，带人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们都有责任去带别人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既然你若是选民，你阁是祭司，再来到伫上帝厝，大人拢是厝内人。既然我们是祭司，又是神拣选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带回到神的家。你伫出上帝厝内，不是一个消费者。在神的家不是消费者，你就是一个贡献者。你是贡献，你是一个维护上帝厝内和平安静的人。你是维护上帝的家，你会当安静的人。哦，这个上帝圣殿真侪一个真美妙的所在，你有责任到去。能成为神，在神圣殿成为有责任的人。你不是伫这个家里讲啥人安全，两家啥人安全，你会替因祈祷，因为你是祭司。不是在讲别人的软弱，我们要替他们。来来，我
我是祭司，你是祭司，咱两个最好人看。你是祭司，我是祭司，哪来见证你呀？第三个身份，你是圣洁的国民。第三个身份是圣洁的国民。你是踮伫圣洁的国度内面。你是住在圣洁的国度。你我咱是罪人，但是咱伫咧追求上帝啊，愿你伫耶稣基督的宝血内面洗我到圣洁。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追求圣洁，保守洁净。不管咱怎，咱唔通忘记，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罪人的身份。今天咱徛伫上帝面前，拢是恩典。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，都是神的。所以一首诗歌真出名，叫做《Amazing Grace》。有首歌叫做《Amazing Grace》。七恩。七恩典。第四个新闻，讲对打了，你是上帝的百姓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是神的子民。哎呀，上最上帝啊，囝！哎呀，当神的子民，何等的水，何等的美！这世间有真多邪恶的鬼来，这世间有很多邪恶的势力，有什么鬼，有撒旦，有魔鬼，有撒旦，总是这个要攻击你的，对打开始，奉上帝的名，上帝甲你三个徛起，因的鬼来会离开，不敢挂你。但是从今以后，这些黑暗势力都要离开你，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。在你的下头，对咱开始有一个时间的记号，甲你打字啊。我们举头看到十字架的记号贴在那。上帝，你已经是看明最上帝的囝了。我们被盖印成为上帝的人。这是正牌的。这是正牌的。所以哈利路亚。所以哈利路亚。真多是，在耶稣基督内面受洗的四种的时候，第一个是受拣选的。是在神耶稣基督受洗的，第一个是被拣选的。第二，你是王的祭司。第二是王的祭司。第三，你是圣洁的国度。第三是圣洁的国度。第四，你是上帝的子民。是上帝的子民。啊，这家你有两个真要紧的。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。第一，离开黑暗。第一个要离开黑暗。第二，你要进入你光明。第二，进入光明。离开你个进入。离开进入。你有一天，你人生日日行，你唔通离开教会进入世界。有一天，你不要离开教会进入世界。你唔通离开上帝进入伫撒旦的国度。不要离开上帝进入撒旦。因为人有可能伫被迄个中间离开。因为人有可能在被引渡的时候离开。人有可能是受到灾难的时候，你怎啊弃杀上帝？人有可能受到灾难的时候，你就弃杀。圣经的话，底下讲你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圣经说，你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你要离开世界，进入上帝。你要离开世界，进入人生，上帝的应许。第二件真要紧的，有一个从前到一个现在。有很重要的，从前跟现在。早前安怎安怎安怎？以前怎样怎样怎样？现在怎样怎样？现在怎样？只要只讲前，你不是上帝的囝。以前你不是神的儿子。即卖你已经死了。现在你是了。以前你无得到怜悯。神，以前你没有得到怜悯。现在你已经得着。现在你得到了。前你踮伫黑暗的中间。前你在黑暗的当中。现在你已经踮伫光明。现在你住在光明。前你真够怨叹埋怨。前你很会埋怨。即卖你已经常常踮伫喜乐甲感恩的内面。现在你常常住在喜乐。早前你踮伫过去的失败怎啊行袂出来？以前你在失败中走不出来。现在你会当看见上帝应允，你就欢欢喜喜，勇敢向前。你能看到神的应许，勇敢向前行。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有一个离开甲进入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有离开基督。你有一个早前的生活甲现在的生活。你有一个从前跟现在的生活。所以咱在伫咧讲民主制，民主制在哦，伊有一个前甲信主了后。民主制有从前。今天咱们水里的人在咧讲慧玲老师，看到慧玲老师早前安怎，哎，现在安怎，所以伊嘛阴谋，迄个伊要真做一个有基督安息的新生命。受洗的人就做见证说，谢慧玲老师以前怎样怎样，现在怎样怎样。因为你要把迄个生命转向活出来。各位，你要把你的生命转向。英语一句话叫 forgive。英语一句话说 forgive。give 的意思是讲给人，意思是给予。但是把这个 forgive 夹到边，但是把这两个字合并，啊，变成下面，变成赦免。因为在人的一生的中间，人一直要提、要见、要得到、要得到、要提、要得。在人的一生中，一直想要得到。
诶，请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诶会晓分享，互人，互人，互人。什么基督？在互人诶中间，你要得着。在给予当中，你会得到。因为这是足水足水诶一个一句一个信仰。各位，这是很美的信仰。在互人诶中间，你要得着。在给予当中，你要得到。在打破家己诶中间，你要得着真实的画面。在打破自己的中间，中间你要得到真实的生命。来，真正诶得着是啥物？真的得到是什么？就是下面。就是。因为真正你有真侪时阵，你人生唔经下面人传，你得袂着真实的快乐。如果你不肯赦免，就得不到真正的快乐。你唔经下面你的过去，你无法度当真实进入一个新的画面的状态。如果不赦免过去，你不能进到新的生命。所以你讲要讲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一个真要紧，不会好下面人。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学会。下面人就是我给你注意，圣母就是他让你注意。下面人就是我给你帮你注意，我还要跟你计较。圣母就是我让你注意，我不要跟你计较了，你得着我嘛得着。我不跟你计较以后，你得到。那另外一个字叫做 forget 就是得着。另外一个字 forget 就是得到。为着要得着，为了得到。这个叫甲道明讲，你做佛教叫做忘记，放落忘记。两个字的病就是忘记。诶，真侪时阵，你唔通把你的头脑拢咧记一寡歹的物件。各位，不要把你的脑筋都装坏的东西。你会惊偌歹，偌歹，偌歹。你的儿子多坏，多坏又多坏。因为你都要放落忘记。各位，你记头脑内面，你记哪侪别人的歹？你记得越多，别人不好。你就失了你家己的快乐甲平安。就失落自己的快乐。这个家的今天 forget 的意思是讲，你完全放落袂记。forget 的意思就是完全忘记。别人的歹你都搁放落袂记。别人的坏你都忘记。然后你会当真正得到你甲伊的感情，你会当得到你甲伊的关系，你会当得到这个稳定，重新搁得到。然后你可以真正得到这个人，耶稣在这个家被放离的是一个丰盛的画面。耶稣要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。你要怎人？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得到丰盛的话呢？这是一个，这不是理论，这是一个信仰生活。人要如何得到丰盛的生命？是实际的生活。我一摆，我做耶稣学生三件要紧的事。要做耶稣的学生有三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舍己放下来，第一。第二。天天对着他的十字架，对大家不会意识的。第三，来跟从我。那是咧，军队这世间的，这世间吗？我们是来跟从这世界吗？咱这个军队就耶稣那边。我们就跟从耶稣。哎，十字架是几个叫几个记号？十字架有几个记号？打叉。打叉。把自己打叉。把自己打叉。第一，十字架底下是受苦。十字架的这个受，你真正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真侪时阵你要用误会。啊，你要成为基督徒，很多时候你会被误会。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，有责任的人，别人会讨厌。成为有责任的人，会被他讨厌。你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，别人你会受真侪苦，做比人更加侪代志。那成为有责任的人，会受很多。所以你受真侪苦。受，但是你甘愿。但是你甘愿。那你就会讲甘愿做，安怎？欢喜受。欢喜受。欢喜受。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十字架。这是基督徒。第三，我背十字架，十字架你要去背，你要欢喜去背。第三，你要背十字架。第四，十字架唔通忘记，十字架是一个加号。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是加号。你若看到十字架，唔通忘记，十字架给你的是。人生是正面的，要忘记十字架给我们是正面。十字架人生不是一个减号，十字架不是减号。所有发生在你身上，所有的不幸，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，只要你有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只要你加上上帝的应许，加上神的应许，所有的不幸到后来才变成对你的加号。所有的不幸会变成加号。凡事到到来，凡事到到来，凡事慢慢来，凡事慢慢来。凡事道道来，要听上帝的人得着伊。凡事慢慢来，让神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
在你所有的负面的这些物件，只要你来坚信到落尾，伊拢会变做你生命的加号。所有负面的东西到最后是加号。是的嘛，是一个救恩。十字架是救恩。所以通过是给咱的亲近上帝的国度。所以通过十字架，我们亲近神的国度。是的，是一个荣耀的记号。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。你对否定自己。从否定自己。你对好大背起你的十字架甲责任。从背起的十字架。虽然你有真多目屎，但是你还佫流着目屎，带着微笑，勇敢向前行。虽然你有眼泪，但是勇敢向前行。到最后迄个痛，到最后变成荣耀的十字架。都变成荣耀的十字架。迄、那个真侪真难，敢若真苦楚，到尾变作你的加号的人生。都苦楚的人生，都变成加号。由于当你老年受这，还是今仔日这个事情。各位，如果说你受今天的事实，欢迎欢迎你进入的，等下咱们领圣餐。欢迎你进一起领受圣餐。这是上帝国度的邀请。这是神国度的邀请。今天咱这边有一群人要洗礼。今天有人要受洗。要归入上帝国度。我归入神的国度。要伫众人面前告别讲，我对哪开始，我要成为基督徒上帝百姓啊！要在众人面前宣告说，我要成为基督徒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就是你的家。最后就是你的家。我拢是你的兄弟姊妹。我都是你的兄弟姐妹。你永远不孤单。你永远不孤单。基督教会是你的家了哦。从十字架起来，无论你走到世界的什么所在，看到十字架的所在，那拢是上帝的家，那拢是上帝的百姓，你拢会当积极来弄门讲，我嘛是基督徒。你只要在世界各处看到十字架，你都被敲门说我是基督徒。因为咱拢是上帝的百姓。因为我们是。感谢主。咱三来祈祷。是因为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。是你的子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耶稣基督的名字很多上帝的子进入在你的家，很多王的祭司，是一个荣耀的国度。上帝，我恳求你，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了后，我们愿意受差遣，成为一个宣扬、到处宣扬上帝救恩奇妙的使者。那我在你的面前的祈祷，愿意听。等下要洗礼、要圣餐，愿圣神一步一步引带，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我们拿起教会的周报，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句。请咱摕今仔日教会的经句来做伙来念念，并从咱先用台语来念。台语安讲，我对一切人讲，他来爱的话。就着看无家己，伊真正伊个心是个来对我华语。耶稣就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大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英语这么说 ：“Then he said to them all,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, he must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.”这是咱做下来用圣诗，圣诗147首。你敢有旧文主，予伊洗清去？你敢有旧文主，予伊洗清去？敢有洗伫阳光的部分？敢有专心靠救主得到清洁？敢有洗伫阳光的部分？敢有洗伫阳光的部分？洗灵魂到清气的部分，你的衫敢有洗清气，白白垃圾，敢有洗你灵魂的部分。